子是在一个 cul-de-sac 的位置，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也是近 Woodland 的一个社区。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新的，但这个房子的报价并不是很高，只有30万出头。具体的信息还是会写在下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地方呢叫 Conroe，我们以前很少介绍这边，因为这边离 Woodland 离机场都比较近。Conroe 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湖。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天然的景观湖，周边的社区的绿化都非常好。这个房子四个卧室，三个半洗手间，左手边就是 dining room，但是这个 dining room 的这个主人放的这个玻璃跟茶几子一样的一个餐桌，好像不太搭。但是你看整体来讲，从一进门啊，包括这个 dining room，包括客厅。全都是实木地板，主餐厅的旁边就通着卧室，微波炉、烤箱，然后天然气的炉灶等等。抽烟机是一个老美的抽烟机，不是那么好用，吸力不是很大，但是烟道也是有的，换中式抽烟机也没有问题。整个厨房的这样的感觉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sink，这种大的 sink 是一种家装，但是大理石台面是比较普通的。然后这边是早餐厅，从早餐厅这边看到客厅和楼梯还是很漂亮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客厅的位置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，虽然它属于 condo，但是它其实很多的商业中心都是跟 Woodland 共用的。离机场比较近，学区的话，小学还不错，小中学和高中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这儿没有强调学区。但是这一部分住的。这些人呢，其实是以白人为主的。我们这样进来就是看到了一楼的主卧了，一楼都是 king 的床，主卧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。有的房子的设计呢，整体的设计当中很多的面积给了公共区域，有的房子公共区域很一般，但是主卧的面积比较大，这个属于均衡的这种面积。再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，整体的保养就像纯新的房子几乎是差不多的，保养得很好。当然了，这个房子本来的房龄就是2017年的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淋浴间呀、马桶间呀、浴缸啊、这些台面呀、金属部件啊，都能看得出来，就是特别的好啊。衣帽间有两个，我刚才指过的这两个都是衣帽间的门，这样过来。一个衣帽间，然后这边还是一个衣帽间，然后它就分了男女衣帽间，包括一些杂物可以堆在这个下面，小空间的利用还是不错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其他的房间看看。我们现在上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就是一个储藏室。所有的厨房的旁边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储藏室。然后再来一楼的另外一边看一下，这
便是一楼的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，客人用的洗手间是带窗户的。客人的洗手间的旁边就是车库，双车位。因为主人还住在里面，所以他的杂物就比较多一些。喜欢骑单车在这家子，还有小摩托。然后这边呢是洗衣房的位置。通常情况下，洗衣房都是临近车库的。洗衣房旁边就是一个储藏室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看。一上来二楼就看到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，然后洗手间的旁边是一个卧室，一个 game room， 这边是一个活动室，但是只要这个活动室加一个门，其实就当一个卧室了。这就是一个活动室。活动室的旁边是二楼的第一个卧室。这个床是一个非常窄的单人床，所以显得房间的空间感还行。如果放一个 queen 的床，可能就显得房间的空间感就差很多了。可能这个房间也没有什么人住。我们现在去洗手间看看，这是二楼的第一个洗手间。注意，洗手台上面只有一个 sink， 很多的洗手间的洗手台上面是两个，这个是个一个的。但是你看它这个洗手间是有窗户的，好，我们再去另外一个洗手间。中间这块区域就是一个衔接处，它就是写个作业，孩子写个作业啊，办个工之类的。因为这个房子是没有 office。 然后再往这边走是有两个卧室，然后中间是个洗手间。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卧室，已经没有人住了。这是其中一个卧室。继续向前走，这是洗手间和另外一个卧室。它洗手间的这个大理石台面都是石英的，这种家装是比较好的。然后洗手间的旁边是二楼的第三个卧室。其实一模一样的户型，我们介绍过 Kitty 的一套，那一套是一模一样的户型，它是正好在一个湖边的位置，所以那一套的价格当时就报的比较高，最后竞价也竞的比较高，都是在40多万、50万以内的。那这个的报价比较低一些，只有30几万的报价，就是这样的整体感觉。好，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。一打开门，先是这样一个 patio。一个很中规中矩的一个亭子，他做了一个小吊椅，这个设计很可爱。
然后我们慢慢的往后看，就看到整体的院子的一个大小。院子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，不管您是想挖泳池啊、种菜呀、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好，就是非常够用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、关注微博联系我。我是 EJ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